一块来看看云林的湖山水库首度满水位，在25号上午11点多，自然溢洪倾泻而下，壮观的场面也吸引不少游客特地跑到附近的高处来拍照记录。其实湖山水库的蓄水量在今年4月以前一度只有20%左右，原本预计到年底才会达到满水位，但随着前一波的梅雨季节来临，雨量多，水库跟着进账，提早半年多就达到了满水位。高空俯瞰下来，水库内外一片晶莹碧绿，水库连着湖面，放眼望去，依山傍水，绿意盎然，溢洪的水从溢洪道倾泻而下，激起白色水花，水流不停的波动，景象既优美又壮观。云林湖山水库2016年4月完工蓄水，25号上午11点第一次达到满水位，水库满库自然溢流下来，顺流到底下的梅林溪，吸引许多游客来欣赏美景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好多志工都也要等候这一刻啊， okay. 史上第一次。其实今年4月前，湖山水库蓄水率仅仅只有20%，原本预计年底才会到达满水位，但随着梅雨封面来临，蓄水率短时间内快速成长，水位飙高211.5公尺，蓄水量达到5085万吨，那会保护这个大坝的一个安全，所以我们每天有20万吨的水供给自来水公司，那自来水公司会供应到我们大云林地区的民生用水。湖山水库的开发设置不仅可以减少云林抽取地下水，延缓地层下陷，水库自然溢流的壮观景象更成了地方人文景点。谢国正义云林报道。